我姐说的是中国结，首先260红色做20为前，熊耳前后两个，做六，两个熊耳，六两个熊耳，同样的动作做四个，连接后面再做一个六，连接熊耳，后面做六连接熊耳，同样的动作做四个连接，外牵。做十二连接熊耳，十二连接熊耳，再做15加15上来，十二连接十二连接，中间3寸圆形气球，先做一个六圆形扭转，后面做一个四熊耳，然后把四熊耳塞到后面去做固定。简单又漂亮、喜气的中国结完成。